们以前是规定耳下两公分，而且一定要剪齐的，然后削头发都不行。这是谁？是谁？这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。这应该是你妈的照片吧？我没有看过高中的时候。这是越战的照片吧？真的很有越战风。这个发型有什么好值得冒着被记过的风险去弄出来的？你脖子上戴的是翡翠吗？哪里？你到底是什么风格啦？今天晚上十点，注意，祝贺来，空气来了。